彰化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陈秀宝，第二选区立委候选人黄秀芳因选区临近，双输组成秀秀连线拼选情，即日前联袂登记参选，今天请来以电视剧麻辣鲜师万老师角色走红的民进党不分区候选人郭玉琴辅选，推广募款小物。由于三人年纪相仿，也都是妈妈，强调从政是为了守护台湾下一代而努力，呼吁选民全力支持赖萧佩，更要力挺民进党国会能过半。也是很荣幸担任民主进步党部分区立委。我想说，如果这片土地需要我，那政治人物哈，我是觉得不应该这么恐怖。这个民主守护自由民主的价值是民进党一直以来维持的核心思想。对，你能想象香港都已经演过一次给我们看了，我们还能够接受吗？捕鱼啊，韩国鱼的鱼，团体还有教育环境。那很多人说，所以这是我对台湾，就是在荧幕之前之后，我也制作小物，甚至我就制作他们金牌的花束。也很高兴呢，我们的副主席万老师来跟秀秀连线，秀芳跟秀宝共同走我们台湾下一代。那我相信说，以秀宝跟秀芳的认真，我们在中央，我们在立法院，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是政策，不管是软体，不管是硬体的部分，我们极力的为下一代来争取，希望给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学习。这也是秀芳、秀宝跟我们万老师一起要共同努力的目标。今天很高兴能够跟秀宝跟万老师一起守护台湾下一代。那秀芳长期都在卫环委员会守护我们长辈的健康，守护我们孩子。那在这边也要拜托所有的乡亲朋友能够支持做对的事，选对的人，拜托各位。那今天也特别推出我们的竞选小物有抱枕，有钥匙圈，还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小方巾还有袋子。所以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支持选对的人，做对的事，拜托各位。另外它有一些我们很特殊的钥匙圈，好可爱哦。我们也是猫狗钥匙圈，又版猫狗的。另外还有我们的限量猫狗圆形抱枕，我们是主跨政论节目不由来及赖清德。还有我们的限量我们的素色的围巾和围巾，这是我们学习的颜色。那我们谢谢我们的魏老师，还有我们两位候选人都是拿起各自的选择。选对的人，做对的事。陈秀宝，动算。黄秀芳，动算。万老师，动算。赖清德，动算。林进栋，加油。林进栋，加油。林进栋，加油。陈秀宝，动算。黄秀芳，动算。万老师，动算。赖清德，动算。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